完了完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家里莫名其妙多了只猫，我给我都整蒙圈了。明天出差，原本我正收拾行李呢，饭局总捣乱。把猫拿出来，准备好衣服。把猫拿出来，准备好充电器。把猫拿出来，这猫咋拿都拿不完，刚想生气，一回头，不是怎么多一只？你俩谁是翻译啊？网人说猫不会轻易在陌生环境吃东西，于是完了。更分不清谁是张翻你。不过我拿这个西宝一分为二三盒测试不一定准，慕斯质地新鲜美味，没有小猫咪能拒绝吧。回想之前搬家，翻你害怕躲起来不吃饭，我就拿这个喂它，贼是个小鸟胃的猫，一分为二，掰开直接喂，都省得刷碗了。97%肉含量，主食级别，五种口味能选，像翻你这种挑食怪都嘎嘎炫。平时不爱喝水的猫咪来一罐轻松补水，太适合了。这下吃饱了，谁不是张翻你抓你回你自己家去啊，否则啊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差一点我就以为找不到哪个是你了呢，范妮。没事，这不是找到了吗？嘻嘻。